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简易厨神 Vicky， 今日就教大家整一个免焗的士多啤梨挞，做法好简单之余，卖相仲好靓添，最适合我嚟打卡噶啦，即刻睇下咩材料啦。话咁快就整好啦，等我即刻试下味先。面头铺咗满满嘅士多啤梨，劲足料啊！挞馅食起上嚟酸酸甜甜咁，有好浓郁嘅芝士味，食落一啲都唔觉得流。简单四步就整好，而且仲唔需要用焗炉。各位新手们，快啲试下呢度甜品食谱啦！Yoo-hoo！